进口店，然后里面超级吵的，都是热店超吵的，店面有满满的烟味，哇，这个还蛮特别的景象。好，来到一个很暗巷，超小径。哦，好冷哦！我现在来到了，就是我们的天板市场。然后这边主要是卖什么东西的？干嘛来这边？主要都是以生鲜为主，都是当地人买的一些生鲜的食物。你说，例如就是什么，像什么水产类的吗？然后像什么鲑鱼啊那一类的水产类的吗？对。然后或者一些蔬菜水果类的，就是比较生鲜的蔬果类那些都有吗？就是对，这边就是主要当地人会来的一个市场，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哦，而且还是室内的哦。好，我们先进去看看那里面的超市市场很不一样的吧。妈，在日本的市场，他们的传统市场比较没有鱼腥味，看他们的食物，他们都会用塑料袋包起来。还有这个生鲜的耶，就是五百八，刚刚多少？算蛮干净的市场，那些东西都摆得还蛮整齐的。除了生鲜，他们也会卖一些日常用品啊，还是一些小物的东西啊。肉片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个体验的日本在地的文化真的还蛮棒的。其实这边大部分的客群都是日本人居多，比较少就是外来客。哦，好了，我先继续逛喽。哇，下面这个超市更大一间，哇，水果类的。这边有个非常特别的一家店，就是专门柴鱼片，就是直接现刨给你的柴鱼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超级大的黑马和牛，纹路非常的多，像多少钱？新台币等于相当于台币260元，外面在台湾买不到这种价格，好便宜啊！日本和牛快本2400，然后特价1000元，所以1080，非常的划算，超级的。今天晚上这款海鲜都可以买的，就是有那些不一样的猪肉片啊，还有和牛啊，哇，看着好好吃哦。哇，这有专门卖海鲜的，哇，还有鱼货啊，这边都有，很棒，很干净的市场，没有什么鱼腥味的味道，真的很干净，他们都用拿塑胶袋把它们装上去。随便吗？什么话吗？4500元。他们2块钱了。太贵了，贵。什么呢？还有我的我傻逼。不是我。虾子还有乌米开单。还有鲑鱼，还有那我呢？这个还有这个可以生吃的鱼，
等一下先买一些，才买一些东西看看，不要说再煮东西给大家吃看看吧，我也看看吧。